つ探せ。深井さんの命令で男女老若問わずに老育を連れて返せ。はい、行け。さ鬼子的尸体来了，别给站得找麻烦。老大，这还有一个。长官饶命！长官饶命！我是中国人。那你这身皮也不像个好中国人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是被逼的，就是我会说起军日来。不，日本人强迫我的。你从哪儿过来？从机场。一路上有多少关卡？两个路岗，两个巡逻岗。这就是最后一个卡哨了。对，过了这个关卡，再过十几里就到机场。卡子有多少人？七个哨兵，一个领队。証明書ください。高岗にし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长官，他让我去岗庄，办了去机场的通行证。带我去。福井のクレス、クレス、コレジでます。はい。ほがてをクレ、クレスます。はい。わらしもわがてをクレスでします。あ、はい。そこはします。はいはい。はいはい。小林、見知らぬ人間とおしゃべりのは好きだ。他の人はみんなそうだ。あいつは多分小林と東京なんじゃないか。小姐。小林、早く戻れよ。如果让我再看见你执迷不悟的为日本人卖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。我以后再也不跟日本人。你记住，
你是中国人，走。是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老大说这人不能杀，这人不能留，他要是通风报信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们得听了。上车。